宝说是想看一个德国鸢尾的一个养护啊，接下来呢，从网上淘了两颗，话不多说，先开箱，给大家叨叨一下。像好多人话喜欢养这种鸢尾花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像紫鸢不，德国鸢尾也好，干什么玩意儿也好，这种东西它就是在绿。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，在绿化带里面活哈。然后你看他寄过来的时候，这个寄了多少天，怎么都这德行了，这损色了。操那损色！我知道，就这个开箱，就这个老板寄过来，怎么都这色儿的了？哎呀，昨天刚到到的。昨天刚到的，在路上待多少天了？哎，尽管这样，他也很难死。你看，他跟个芋头一样，他下面都跟个芋头一样，这种快进的一个根系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直接种就行了。其实贼好活，扔地上都能，要不然挖个坑埋地上吧，挖坑埋地上都能活，特别的好活。有的话说，为什么我养死了？首先第一点，你要给足光照；第二点，浇水一定要拿捏。它的这个根系，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，就是这种，它有很多的这个肉质的这个块茎，所以说大家在养的时候啊，就要盖它一下。我把这个老根给它剪掉，重新种就行了。它有点像红薯，你发现没有？哎，对对对，它就跟红薯一样。为什么剪掉老根呢？剪掉老根是为了让它有新根长出来。它本身这种块茎特别容易发根，也是贼拉皮实和好养，会开花。开花也是比较漂亮的，而且耐寒能力也比较优秀，就是在咱山东地区都可以地栽，你知道吧？在地上吗？我看买个土，租个叶三四五就还了。啊，对，我靠，买土这个叶，呵，我老根给他剪了，那叶子就别撇它了，盆栽吧，盆栽吧，盆栽这样能过冬。好了，给你留一个。留一个地栽，给你个最壮的吧，是吧？给你个最壮的，啊，你拿去地栽去。随便找个什么这种排水透气的花盆，如果说让老花医推荐的话呢，个人觉得还是这种透水性会更好一些。这是花博士的六号素颜盆，直接那个用土就行了，老花医的通用配方土，直接整上，也种呗，那没啥。话说这个你怎么不加渗水层？这个就先不加了哈，这个就先不加喽。不要埋得太深，你怎么埋那么深？你别着急啊，我埋那么深，我有我的事干。哎，我往上提一提，它不就没那么深了吗？对吧？你别总是邯郸学步，说点天津话。别埋太深，松软一些，没有事儿。稍微压一压，要不压实了以后，我感觉它老跑，我天，养养再跑了。很好活啊，很好活。别看现在丑，过段时间就不丑了。我弄点这个火山岩，给它做个铺面，好看哈、啊。为了好看，还有一个浇水的时候，不会把我的泥炭土冲的哪哪都是。你可以用沙子，用点什么石子都行，这个无所谓，一遍透水。好了，接下来呢就是几滴生根液，就先不用肥料了啊，宝贝儿，就先不用肥料了，先等它长就行了，过点时间再给它追肥。水里面加几滴生根液，浇个透水拉倒了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水一定要浇透，要有耐心。要有耐心，宝贝儿，如果说你浇不透的话，你就这样丢到水桶里边给它泡着。等到全部喝透水了就行了。之所以浇一遍透水啊，是因为啊它来的时候过于脱水了，还是有点缺水了。基本上大家盖开这个点就行了，我就浇水了。很皮实，很好养，扔那儿又能活，就没那么难的，也是非常推荐新手去地栽也好，盆栽也罢的一个花，德国鸢尾。啊，给这绿化带里边处处都有，耐热又耐寒，你耐阴又不怕晒啊，你怎么养都行，会开花，长出来的也挺好看。有的话说，为什么我这个长得高了倒伏了这了那了，矮桩树整上点，磷酸阴钾安排一点，光照给足了，一般都不爱徒长，非常皮实和好养。好了，一篇关于德国鸢尾的一个啊分享给了大家，等这个活了以后啊，开出来花了或者长得特别壮了，
我会在本条视频里的评论、分享、转发还有点赞的花友里面随机抽选一个送给他。好了，我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一，想看什么花记得视频下方留言啊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臭宝。挖个坑埋个土数个一二三四五，我操，嗨嘿嘿嘿嘿。